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大家好，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耿轩。我是传播艺术系的丹尼。我是传播艺术系的光田。哦，跟你们说，我昨天熬夜做了一个关于 Kobe Bryant 的报告，虽然很累，但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他的一生，他20年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对啊，前几天我才在电视上看到 Kobe Bryant 追思会的新闻耶，看到 Kobe 的老婆凡妮莎在追思会上面强忍哀痛的讲到 Kobe 父女生前的点点滴滴，看了真的让人很难过耶。凡妮莎也哽咽的说， Kobe 总是跟他的女儿们说他们有多漂亮，有多么的聪明，他也教他们要如何勇敢，怎么样在困难中继续前行。上帝知道他们不能单独待在地球上，所以他必须要将他们一起带回家。在泪水与欢笑声之中回忆了 Kobe 的生前的点点滴滴，虽然很短暂，但是又是一个很精彩的生命旅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是会是一个很好的队伍。那我们就透过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第一个单字是哽咽， choke up， 哽咽， choke up。Wendy choked up while giving a thankful speech. Wendy 在感谢致辞的时候哽咽地说不出话来。Wendy choked up while giving a thankful speech. Wendy 在感谢致辞的时候哽咽地说不出话来。第二个单字是追思会， Memorial Ceremony， 追思会。Memorial Ceremony. Joe's busy schedule resulted in missing his grandfather's memorial ceremony. Joe 繁忙的日程规划使他错过了他爷爷的追思会。Joe's busy schedule resulted in missing his grandfather's memorial ceremony. Joe 繁忙的日程规划使他错过了他爷爷的追思会。最后一个单字是回忆， retrospect， 回忆， retrospect。 In retrospect, I had the best classmates in my high school times. 现在回头看，我高中时的同学是最棒的。 In retrospect, I had the best classmates in my high school times. 现在回头看，我高中时的同学是最棒的。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那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Bye bye。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